谢谢。妈妈又在给你画饼。画饼？对啊，他前天说给我做鸡子吃，都没有做。哪里？嗯？就给你做肉了呀，没有给你下鸡子，就给你做肉了。那不一样呀。一样。哎，菲利，等一下，好像快下雨了，我们去把谷子弄回来。哦，好的，顺便放到下里吧。好，翻车了，豆豆。啊？快起来！菲儿，你去把拉起来。给他教了怎么做饭，教会了给你做，是不是？就小刘他们家，他不做饭吗？哎，小刘他妈妈做的好呀。天天教妈妈做饭，他我姐姐不做饭，怎么好呢？
还是你想得着的。来五，这个腌排骨学会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没上卷三三。No， 没有，没有 ，No。也是中国菜好吃，也是做起来好麻烦。嗯，对对对。拉五挺勤快的，在坦桑尼亚的时候也经常给我们做饭吃。对，是中国菜又学会，肯定是手里我们家的菜吃不习惯。嗯，也对，一个地方一个口味。对对。哇，好香啊。嗯，看起来还不错。好不好吃？那你多吃两碗饭。来，我看。我吃，我吃。啊、舅舅，快来吃，不然被我们吃完了。好，马上就来。